岁月太匆匆，转眼又一年，在手掌中溜走。是不是没做什么？就这样，让时光流走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就感人肺腑的故事。在一个动乱不安的年代，一个年轻的歌手和他的爱人被漫天的战火无情地拆散。当他们在多年后重逢时，少女却只能听到受伤的歌手临终的歌声。在你身旁。
爱的故事。